解是非常好的。对的，有这样，你现在还在家里面给钱吗？那有寄钱回去吗？有寄钱回家吗？啊，看来你也是一个不孝子哎。你是个海归的哦，就寄点钱回去。假冒伪劣场景是吧？你不用在家里面给，也不用没寄过家钱给家里人，得批评一下你。有哥哥还是姐姐，如果是有姐姐之类的话，就不用寄了。哎，不听他还是寄吧。哦，那叫他寄给你，叫他寄给你。